Yo,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雷姆，翻嚟玩游戏，我呢个游戏叫做 Venture Kid， yeah yeah， 呢边呢个靓仔，呢个小靓仔，咁呢个游戏咧就啱啱 Apple 咧有 feature 嘅游戏嚟嘅，咁啊睇嚟只系一个令人怀念嘅像素风嘅一种啊环版过图洛克人式嘅游戏，咩叫洛克人式游戏？大家见到系咪成洛克人咁啊？俾个字我死死肥仔啦，死肥仔啦，几肥？OK， anyway， 好啦 ，what？ 哇，呢个死人，好啦，咁游戏咧好简单啊 ，A 系跳 ，B 系射，然之后可以换武器啦。咁好似系每过完一关就有啲武器可以攞得到啊，类似系咁样啊。咁呢度咧就不断跳，不断跳，不断喂啊 ，UFO 啊，好阴湿。咁我感觉真系有啲怀念嘅洛克人嘅感觉嘅，我自己就好多人个感觉真系好正。哇！呢度果然系有人，有啲闭道啊！呢度系闭道啊，定系嗰边系闭道咧 ？Anyway， 我哋照去。哇！又攞到新嘢喎、啊！我感觉上危险啊！呢度攞到啲乜嘢啊 ？What the hell is that？ 嗱，系唔知咩嚟嘅，不过唔紧要。诶 ，I got a bomb， I got a bomb。个 bomb 可以点用咧？我哋拎住个 bomb。识玩就唔会即刻用，唔识玩先会即刻用。咁你听，大家冇得唔用咯。嘣，就系咁嘅人，好弱、啊。喂，大家如果吓冇嘢做，又想用八蚊买一啲单机嘅游戏，可以谂下啦。咁我相信呢游戏唔氪金亦都得嘅。咁当然啦，氪金就买内挂咁啊。打大佬咯。喂，咁点打佢？哦，打到头嘅。喂。佢唔会净系咁样咁望居啊，好容易杀佢嘅啫咁样。哇，果然唔系啊！我同埋咧，可以用呢招。喂，打佢唔到嘅。喂，打到佢，打到佢，唔错唔错。喂，大，喂，我放啲小雷帽出嚟。喂喂喂！好贱啊！放小雷姆，哇唔掂咁样，我要速战速决。哦 ，no！ 我以为只系一个流罗，点知原来都几犀利啊！嗱，其实呢段时间咧就尽量唔好扣血嘅，但系唔知点解我扣咗啦吓，一定要 ，oh shit！ 唔使计。有啲料子啊，拉远距离啊，见到啊，会突然加速个矛嘅咩？嗱，开始爆撕啦 ，feel 到。喂 ，ship ship ship，oh no！ 喂 ，no no！好啦，咁我又分翻呢个地方，大家见到我有四条命啊！而家我唔惊佢啊，我俾你听，我买咗命啊！我咁我哋尝试下，今次要一踢过呢只嘢，以为戆居居啊，点知都有啲实力，逼死我用咗两条命，上一次大，今次我唔会咁大意。喂，佢未放史莱姆就死咯，睇嚟今次。轻松容易，我买四条命都冇用到 ，yes， 嘥晒添。我用嗰个400蚊嘅钱去买四条命。好啦，每打完一关咧，佢就会有啲新嘢俾我。睇呢个咩先？哦，千云箭，一支千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就系嗰支千云箭。我哋睇下点用先。哦，佢垂直向上射嘅，就可以射啲 UFO 啦。咁可以试一试佢先。哦，穿云箭喎，系有啲料。喂，穿云箭系打唔到比我低嘅人噶，咁用穿云箭嚟 shoot 佢先。喂，过嚟啊，用穿云箭啊。唉，算啦，回力镖。喂，好啦，硬食咗嘢喎，咁样啊，感觉弱弱弱爆咁喎。
我去能量翻翻计嘅，就唔会共用能量嘅，所以咧我就越嚟越多武器可以用咧。喂，哇黐线，哇咁劲嘅头先嗰嘢，一日扣两个心心喎，好明显上面有路啦。OK， 冇错，唔好射我住，唔好射我住。哎呀，喺呢个咁窄嘅位去射我，真系冇得避。呢个系咪用嘅咧？我时间暂停，我记得。机会啦，飞云 ，very good，very good，good，goodness。我觉得我嘅机关枪比较无敌啊。Oh no！哇，呢度好阴湿啊！我发觉佢阴阴湿湿，我就嚟冇血咯，我就嚟呆啊！我就嚟呆啊！拎住粒炸弹嘅有咩用啊？呢度拎住粒炸弹又炸佢唔到，诶，炸到佢喎，做到嘢喎。感觉上呢度系直通魔王嘅宫殿，系咪就可以打大佬？喂 ，no！有啲奇怪，究竟嗰度石头碌完过嚟，我可以点做？各位观众，呢游戏系斗智斗力斗得翻嘅，所以我今日决定去呢度暂停先。好啦，游戏咧都几得意嘅，我觉得都几好玩啊！我自己应该会玩埋落去噶啦，咁但系我应该就唔会连载啲游戏，纯粹一个游戏介绍咁出嘅啫。啊 ，Venture Kids 有兴趣可以睇睇喺 App Store 八蚊计，咁。佢遊戲內容應該真係幾多，我玩好耐。OK， 好啦，咁今日呢個遊戲介紹到呢度，我哋下次翻嚟再繼續介紹更多多唔同嘅遊戲。OK， 下次翻嚟再見。喂，如果大家中意我影片咧，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hare。下邊仲有兩條熱門影片，大家快啲 click 入去睇下。最後最緊要嘅就係記得要訂閱我。再見啦，拜拜。